现在随着2012央视龙年春晚脚步的日益临近，演员的阵容也在进一步扩大。据央视春晚剧组透露啊，歌手韩庚、李玉刚将亮相龙年春晚。空气中充满自然熟悉的味道，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能歌善舞的韩庚去年参加央视春晚开场歌舞《回家过年》的演出，清新洒脱的表演使韩庚在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今年春晚剧组再次向韩庚发出邀请，他正在和导演组策划设计一个极富创意的节目。与此同时，另一位大家所熟悉的擅长京剧南旦表演的歌手李玉刚将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作为一名草根明星，李玉刚创新性地将民歌、舞蹈、京剧巧妙融合，并且一人分饰男女两角，尤其是他在舞台上塑造的千娇百媚的女性形象，带给观众美妙的视听享受。目前他也正在积极筹备龙年春晚的节目。我开头换上也是男孩也穿着裙子，但是不是那种很怪的很另类。给到我的点，如果一出场就是让我惊艳的话，我绝对会给到大家一种气场。期待精彩的龙年春晚。